那你们到现场看到什么状况？当时就停在这个位置上。其他那个位置？那人呢？人已经送医院了。人说又弹出来是吧？当时我们到现场，可能都已经被载走了。人就被载走了，所以他是自撞就对了。目前还在离心。还在离心当中啊哈。目前就人已经送医院了，我也没办法做。啊，几台事故车？